这手持 What the 打法好还记得刚拿到这台机器的那天晚上，我特别的兴奋。首先呢，看到它这么小，拍摄的规格、画质竟然和 A7S3FX3 没有区别。但用过以后呢，我才会知道全画幅、无裁切的10:42、60:120、双原生 ISO， 这些其实是它最无聊的更新。拿它在浙江丽水拍了古村落，拍了铸剑、青瓷这样的非遗，甚至拿它上了专业的车拍拍车广。但是呢，即便我用 ZV-E1。拍摄到了很多很棒的画面，我还是觉得它不属于我。那尝试了这么多的使用场景，沉下了以后，我开始思考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给大家介绍这款机器。因为很多新功能当时我哇塞了一下，但是你用过以后才发现我可能真的用不上。打法好，但我不会用。但对于那些刚入门的独立拍摄者小白们，却可能是革命性的，适合你来救急用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救命用的。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带着它去找到我认为最合适这台新机的主人。于是我在结束丽水拍摄当天，我就只身一人赶了13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明老师剧组的所在地。我完全没有告诉他我会去探班，离开团队，扔掉三脚架，没有稳定器，一人一机，一个手柄，去寻找它最合适的主人。哦，你是他助理吧？对。哦，他在哪屋啊？你有事吗？他睡。没有，我是他男朋友，我过来看他来了。啊，我这还拍着呢。对，是我。他不知道我来。我的天！我。家。吓死我了，我以为是。啊。OK， 这段插播的狗粮不是 vlog 啊，其实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画质和一个人就是第一人称的使用感受。那这一次 vlog 我所有的设备我都可以放到我的那个侧背包里，这个包呢只有一个橄榄球的大小。那毕竟选 vlog 相机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体积跟重量，因为愿意带出去才是王道的。50克、100克、50。这台相机呢483克，女生一个手也能掌握得过来，而且有侧翻屏啊，像这种小的手柄呢就能撑得住。Hello， 大家给我们个一键三连，关系到我的工资。那另外呢，它有黑白两种配色，我拿到的呢是这款白色。这个机器你现在看第一反应是什么？好看，小。全新的 UI 呢非常的友好，常用的新功能都可以通过触摸来实现。现在手机摄影通过它的算法变得越来越智能啊，但是相机似乎还是有点傻乎乎的。索尼在这台相机上放了一块这个智能 AI 芯片啊，就像一下给这个相机装了个脑子。那这些新功能啊，大部分米老师都觉得特别好，给它打个分。那肯定是5分啊。但是我的摄影师看起来会有点摇头啊。这个纯2分。所以接下来一系列它这个新功能，我都会分别跟我的摄影师老胡，包括米老师分别介绍啊。不知道同样的功能，他们会给出什么样不同的反应。所以今天呢，我的这个评测会分为4个不同的 part。之前其实除了小范围的移动啊，或者是自己手持，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三脚架的时候，我是不会开启增强防抖这个功能的，因为它经常会跟你的运镜打架。那有几次上了稳定器，我的摄珠忘了关闭这个防抖，还被我屌了。你给我等多久吗？我等了一辈子啊。还有一个使用场景，我是一定会关掉这个增强防抖的，就是
边走边录的 vlog， 我宁愿让它抖一点，增加一些临场感、真实感，也不想说画面有那种卡顿，看起来特别的难受。如果想要丝滑一点的边走边出镜的镜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上稳定器。那这次这个动态防抖的新功能啊，手持走路自拍的时候画面非常的可用。虽然损失了不少的焦段啊，它裁切了特别多，但你们看我这么跟你们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很稳的？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走忍者步什么，我就是正常的走路。说实话，刚刚那个防抖真的吓坏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以后不会带稳定器出去了。其实现在我也更喜欢的是手持的镜头，因为它比较自由。而且我在离水坐车的时候，哪怕是山路走得不行的情况下，我手持拍摄的画面也都还可用。但是呢，这个动态增强防抖也是通过裁切去实现的，基本上是裁切到一个22的这么一个焦段，裁切成这样，我还是挺心疼的。所以这款机器的选镜头的一个标准就是越广越好。我推荐大家可以用索尼的1635F4去自拍，这个我觉得行，给4分吧。手持的时候我肯定会用的。再有大制作的时候，你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摆着好好拍的，像你用这种小机器的时候，你就是在抓，你在关键时刻抓到了这画面能用，特别重要，而且是稳的，很重要。任凭你们拥入怀中。哎呀，我今天还跟他撞色了。第二点，自动取景、自动构图，这个绝对是单兵作战的福音啊！你看到他这个小框了吗？这就是他在帮你取景，看躲，他会自己跟过来。好好笑啊！现在监看的小框的画面就是你最终看到的画面。我现在测试它有两个使用场景，第一呢，就是平时我拍一些访谈类的节目，在采访的时候，我们想把镜头给谁，只需要轻点一下这个屏幕，框就会自动的移到那个人的身上，那实现通过裁切的这种丝滑的运镜啊。你还可以选择裁切的大小跟跟踪的速度。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外录一个录机，那你可以选择让录机录一个没有裁切的画面，然后你机器内录一个让它自动去构图的画面。可以说是一台机器实现了双机位，就理论上这个摄影师也可以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那我走呗。接下来给你展示它的第二个功能啊，这就是你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很有用的一个功能。就比如你一个机器放在这儿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你去运镜。这你就固定了是吗？这机器就放在，就拿一小手柄托在旁边，这是它自己去运的镜。What the？ 四分吧。缺点全是靠裁切，也就是说理论上我后期都能做出。那我觉得这有教学意义。有些人他不后期的时候不会做，或者有些我觉得纯小白啊，拿这个机器，你让 AI 自己给运个镜，他可能给自己创作会增添一些灵感。他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个的美妙之处。哎，我觉得很好，我给5分，因为你知道平时像我录 vlog 嘛，不会像你那样，啊，给你换镜头。像我就是一个焦段拍到死。像我们这种不懂构图，他会给我们很多惊喜。挺高分，我现在给他打4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承载在这么样一个 sensor 上。你的意思就是，我按理说应该给 MX3， 对，主要他刚买的 MX3。这个竹林的侧拍机位，大家可以看到和 FS3 的对比，就 FS3 在过前景的时候，竹子一多啊，它还是有一点犹豫。但是这台机器其实是牢牢的锁定焦点在我的身上的。那众所周知，索尼的自动对焦已经是第一梯队了，但是现在有了这块智能 AI 芯片以后，去识别你的这个人的躯干，后脑勺也能识别，因为这就是 AI， 在以前是找人眼，现在是让它去学习，这样的动态应该是人，这个时候我的焦点应该在它的身上，以后的跟焦员有可能会停。焦点谁在那？快快跟！我还不是太信邪，我准备武装一下。哎，好，转身。在巨暗的情况下，在竹林里面，我戴着眼罩，戴着口罩，他能找到我。对得上吗？而且这块芯片，它不光为了说人是什么，还为了这块芯片，动物、鸟、汽车、火车。飞机，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对焦识别为这个动物优先的话，它会先对动物。FS3 没有。
我这个 X3 上可以没有，但这个也得没有，也不能有。这个什么功能啊？一键啊！你现在听到一键是不是都吓人？一键剪辑，一键出片是吗？一键。我去！这个功能我先告诉你啊，你先别愣。这只有在自动模式的时候才好用，它会自动收你的快门跟光圈，它把你的曝光点固定。这个镜头你知道这种效果要在艾丽莎上实现，你得买一个特别贵的一个电子的偏振 ND， 然后加一个电动马达把光圈和那个 ND 同时控制。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走在路上，由实到虚，然后整个环境音都没有了外面。明老师眼里，在非专业的人眼里，就是我以前不懂光圈，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虚了，有时候就虚，有时候实了。我们光圈越大，它后边就越虚。啊，拍美女的时候，对，你想拍到后边东西，比如背景很杂乱，想让背景全虚掉的时候，你只要摁这个键就好了。那我给他五分了，还是？现在4.9分吧，不要骄傲。我只有我想要实现特殊效果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它。像我们拍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光圈锁死，定到2或者2.8。如果说有这个叙事要求的话，像《荒野猎人》那样的，对，5.6以上，就是它是一个创作的一部分，所以严肃创作必然不会用到这个功能，牛逼，但是不会用。这个取景稳定功能，也就是说它通过了相当大的裁切，锁定一下，就无论你怎么构图，它都会把你人放到正中间。2、1，走。这手持，这手持。已经是非常可用了，如果它配上稳定器，我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样。来吧，它能帮助新手拍出这种很好很稳定的画面，当然就是物理学还存在。没有，那你不就出发了吗？当然了，因为你机器大哥，它是物理，你不能打破物理，物理学存在的。我你机器在那儿，我在这儿，它也能跟着。搞错了，再来。好，怎么样，就是不知道。你没录。再走一个，就是你要是没有摁开机键，这个事儿它救不了。平时我们拍一迷路的时候，或者自拍的时候，经常会有就是一个人虚掉，因为光圈开的比较大嘛。但是现在这个多人景深识别，如果画面中只有一个人，它会尽可能的放大光圈，然后把背景虚化。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画面中出现了第二个人，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光圈缩小。保证两个人都是清晰的。那同时呢，它的快门跟 ISO 也会跟着自动调整，来保持一样的曝光。但是它有一个缺点，你看它的快门速度已经降到了1/25，也就是说它现在动态模糊可能是不太对的。看，那你拍东西你也不会这么拍，就在你看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不是啊。然后你既然设计这么小巧的话，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对焦吗？有道理。那肯定是5分啊，我觉得焦最重要了。可能稍微专业一点的 vlogger 的话，我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用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剪房里，有多少人看我自拍的 vlog 会在意我这个颜色是不是原生 ISO 拍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有真正的能够帮助到人，3.5吧。大家在带货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化妆的时候介绍一款化妆品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挡脸呢？是怕胶对到脸上吗？对的。所以你看，再给大家看看。当你开启了产品展示的时候，你看，即便米老师的脸在这儿，他也会直接把焦点给在产品上。所以这个功能一开启后，所有人以后你们都不用这样了。这个产品展示的功能是可以跟呼吸效应补偿的功能同时开启的，可以做到没有呼吸效应。这么小也可以。4.5分吧。如果你是直播带货，或者你是做美妆的话，这个功能我相信你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是，好吧。这个雪橙很好。哦，谢谢您。这是雪橙，我第一次见。雪什么？雪橙。来，产品展示。看它颜色像雪一样。我们两个人的脸都在上面，但是它对的是这个。然后我把它拿过来，吃。站在他们角度来讲，这个绝对值5分。这个功能，不会。你也不会用？我不会用，因为我不自拍啊。就我很喜欢在视频中用一些延时视频，因为就很适合在 vlog 中进行一些转场啊或者快剪的时候使用。但是陆米仓的后期每次看到成千上百张肉格式的这个图片的时候，他都会比较头大。那现在这台相机其实是可以直接拍延时视频的，
只需要设置这个拍摄的帧率，间隔几秒拍几张，按下录制键就可以了。而且在拍摄的时候可以实时的显示已经生成了几秒钟的延时视频，这对于新手来说太友好了，因为我再也不用掐指头算了。就是如果我拍的是25帧，我现在拍了200多张，那我现在有几秒钟，这对于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福音。当然因为它拍摄的是视频啊，分辨率跟动态范围没有说一张张的图片拍摄的这个延时来得好，而且中间如果有瑕疵你没有办法抽出其中的几张来进行调整。对了，还有一点就是缩时摄影的这个功能可以搭配着动态防抖啊，我们就能边走边拍延时。当然还有一些适合初学者的全新功能啊，比如说如果你懒得调色，会有一个电影模式直接帮你改成 2.35:1 的画幅，再套上机内的一些滤镜。那基于这块芯片还有一个 AI 智能麦克风，说悄悄话来，观众老爷给个3-3连吧。它会自动的监测到有人脸在画面的前面，它会把麦克风的指向性打到向前。另外呢，这台机器也继承了 M4 的美颜，同样有三档，还优化了肤色啊，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接下来就是我觉得专业的老射手们会非常喜欢的功能，虽然都不是首次出现，但给到这台机器其实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第一点呢，就是能像 FS3 一样导入 LUT， 那就跟叉三一样，也可以直出。对的，但是之前只有 Cinema 现有，这你肯定会用。我会用，我肯定这你肯定会用。哦，第二点就是屏幕闪烁扫描功能，这个功能之前只有 A7R5 才有，但是这个功能其实是放到视频机里会非常非常的香，所以现在无论你在哪儿，如果你发现有屏闪，只要去扫它一下就 OK 了，它会给你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快门速度。可以啊，这真可以，这个，要不然你之前咱不是老得对吗？多少度，还得调开角什么的。这个一会儿你会用吗？我会用。另外还有专业摄影师最关心的，它是和 H.S3 FX3 一样的双原生 ISO。基本这是双原生是吗？对，它是一块底跟 H.S3。啊，牛逼、啊！这个跟你拍的一样。那一会儿我用这个，用那个，这个机不？这多少钱、啊？这个？最后你猜，最后你别。我现在唯一就是特别关心它多少钱、啊。它没有主动散热。有长时间的录制它肯定会比较容易过热，我们测试过20多度的这个室外，它呢只拍了20多分钟就歇了。可以可以，还算有点良心。那我心里舒服点了。那毕竟不是专业线的相机，所以它并不适合用来拍长时间的，比如说访谈、会议、真人秀。那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买白色，因为同样在太阳底下它能吸收的热量可能还会少一点，同样的它在接口上的定位也是一台不折不扣的 vlog 相机，单卡槽不是双卡槽。另外呢，就是接口呢，它只有 micro HDMI， 没有标准的。还有呢，就是它取消了取景器和机械快门，再加上1200万的像素啊，你要想它拍照可能会差点意思。那令人欣慰的就是它用的电池是跟 HM4 FS3 HS3 一样的电池啊。第二点就是它的新的桌面菜单啊，就是你可以通过触碰来调很多东西，但是你在想滑走它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程机啊，它的反应会有一点慢。另外就是我拿到这台工程机呢，只有无裁切的 4K60帧，就是索尼这边给出的解释是 4K120帧会在6月或者稍晚的时候将发布一个免费升级的密匙，在下载安装以后才能开启 4K120帧这个功能。我就在想这个操作其实还挺迷的，应该是他本来没有想给的，就后边一想还是给吧。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揣测一下，但我相信就是他一定是对自己的下一代机型，专业机型 HS4 这样的机型非常的有信心，才会在最后一刻把 4K120帧放了出来。最后呢，它的价格虽然现在还没有公布，但索尼的小伙伴跟我说它应该跟 A7M4 的发售价差不多。那如果你会买 M4 还是买它？买它呀，我的可能就会因为我要双原生。双原生，但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讲，是不是你会觉得我拿这么一个机器出去就有点不专业？会吗？像玩具啊，虽然有这些缺点，但我相信在短时间内还是会有很多专业的人来冲这台机器的。一个就是性价比啊，另外就是这些功能在别的机器上暂时都还没有。那我就希望像铁头之类的这种配件厂商一定要出一个合适它的兔笼去服务这类人群。对我而言，就是首先它需要增加一些重量，就是它太轻了。就手持的优势其实就是很主观，你的呼吸、你的情绪、你的下意识第一反应都会强烈直观的给到观众。
那如果这个东西太轻的话，它的运镜呢就自然而然就容易飘。那在手柄这块我觉得要做的厚一点，现在这个握持感没有像 FS3 那么舒服。另外呢，我也希望就是设计的兔笼一定不要挡住这个数字音频麦克风，在 micro HDMI 就这个口啊，一定要给这个口单独一个保护，这种线非常非常容易断，建议大家是去使用一些软的线而不是硬的线。当第一次我知道这个 vlog 相机是全画幅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就是画幅大的相机搭配的镜头也会非常的大，那搭配的镜头一大，搭配的稳定器也会更大，你的背包的空间就又被挤压了。当我拿到 ZV-E1 以后呢，看到了这个动态稳定之类的这种功能，会让我重新有了一点思考，就旅拍是否真的一定要带一个稳定器。那天我和米老师在这家咖啡厅拍摄的所有镜头基本上都可以用，所以后来其实我也在琢磨索尼为什么需要全画幅的这个传感器放到这么小的一台机器上，它可能是需要裁切去帮助它实现这些功能。去年的这个1635啊，包括最新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2070都不给机头防抖了，其实可能他们早就计划好了吧，未来就是要减轻，尽可能减轻镜头的重量，然后把稳定这件事儿全部交给他们机器的这个黑科技了。恐怖的是，就是 AI， 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不断的学习的能力的，以后就替代掉我。啊，不会，科学再科学，它也比不上人工的眼睛。它再科学，你不开机也没有用。索尼下一块遇到我这种人也是没有一点办法。那总的来说，画质已经进步到如今这个样子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需要的不是一台参数更高的相机，而是一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记录生活的相机。ZV-E1 和其他的相机相比，它能拍出好看的画面的门槛其实是大大降低的。好的影像在今后可能也不再仅仅属于那些啊傻大黑粗的专业机了。也许到了那天，我的频道就少了一个优势，这可能也会逼着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好的故事上。对得上焦吗？对上了吗？